早上好呀，瓜苗都开花结果了，天气再不热，我的瓜都满屋爬了。磨蹭一号终于下来了，拜拜。奔跑中的少年又在赶校车，吃饭也是磨磨蹭蹭，2000 years later. 拜拜。神兽都上小去了，先把今晚的大菜准备好了。刚发现兰花长了好多小虫，太吓人。听朋友说用水给它冲一冲。叶子也有虫子，也擦一擦。赶脚没得救了，灭都灭不掉。只能把花剪了，不知道还能不能起死回生，光秃秃了。出门买点东西，来这个吸引的小超市，价格比较亲民。今天要来买包芽菜，绣球花减价，提着都是块钱一磅的，就是它了。赶脚萝卜也吃不起了，这个火腿也是家人喜欢吃的，马芬减价，来一盒。这个是啥口味？酸奶也是常备的，薯饼每次也是一大包。这里有些亚洲食品，种类不多，方便面、简单酱料、罐头。Welcome. 买了几样东西。Please scan your first item. 再来隔壁的一元店看看，这个放海绵的不错。清洁剂可以在这里买，收纳篮挺漂亮，
这个隔夜店挺可爱的，是块钱两个。夏邑烧烤必备。这里的洗护用品价格也便宜不少，都是有牌子的。